边机是一款锯切过程中清除木材两边树皮并开除放料的机器。该设备适合加工厚度8到50毫米、宽度30到580毫米的任何木材。红外线校准装置准确清楚地知道清除树皮的位置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。排泄装置通过排泄口把锯切石产线的木屑用吸尘机把木屑排出，